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9月17号，我们与几个姐妹一起排练越剧，然后我们大概10点钟我们回家，经过那个贝勒维勒香港楼下面那里，有两个阿拉伯人开着摩托车过来，我们在人行道上面，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前面走，我是后面一点点的，我的包背着一个斜包背起来，我当时就没有注意前面开过来一辆摩托车，然后我前面那个朋友还叫了，开过来的时候我朋友叫了一下小心，这样叫了一下，我一抬头我刚好正跟我那个旁边一个朋友在说话，还没有注意他叫了一下，我抬起头来，然后他那个阿拉后面那个阿拉就过来拉着我的包，就直接把我那个摔倒了。我的另外后面一个朋友过来，他想拉着我的，他也拉不，他自己也被他拉得摔倒了，然后他就一直拉着我，拉着我的包，我一直过马路去那个新华书店那里，他折着我的包，然后他就没有停下来，后面那个人一直拖着我，被我把我那个指过去摔倒了，他一直就没，摩托车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云天楼大酒店是举办中式婚宴、各类酒席、商务宴请、亲朋会友的理想场所。云天楼以全新的装潢、喜气洋洋的中式风格、全新的菜式，让您感受别样的风情。美味法餐，舌尖上的享受。欧咖黑斗四方巾，与您美味共享。无论您举办的是新品发布、开业庆典、公司活动、婚庆或生日派对，我们都将为您提供超五星的专业化外送高档法餐服务，带给您好美食、好心情。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我在路上，我躺在路上被他突过去的，一直突，他就没有停。我只知道我自己头翘起来，就没有头没有问题，就是那个身上腿上那个手上毒全部擦破了皮。我当时穿的是牛仔裤，还有披风长大衣穿起来的，然后那些毛衣全部袖子上全部擦破了，那个牛仔裤也破掉了，就是国民大酒楼，然后过马路。再突过去那一边是新华书店，那一边，对面那个咖啡吧里有两个女孩子跑出来了，想拦住他那个摩托车的，然后他还没有停，再就是那个时候外面有坐着喝咖啡的人也有，后来他们很多人站起来跑过来跟着那个摩托车，然后是那个两个阿拉才把那个放手，把我放下来。在我们张女士9月17号就是被暴力袭击发生之后啊，紧接着在那个九十三加斯曼那边，与9月28号我们有位华人女士，就姓宋的宋女士，她在坐地铁的时候，大概是7号线吧，从 Ford Obivillier 到那个加斯曼这个中途的时候呢，被一个就是坐在她对面的一个外族男士，大概也是巧克力肤色的男士，一拳无缘故就打过去之后呢，就是打到她脸上，但是她这个整个脸上嘴上都是鲜血啊，
他自己根据他自己当时的描述，他是受到这一拳以后满脸鲜血之后，那个人还不断地打他的头，然后等地铁的门一打开，那个男的就赶紧下车了。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整个人一懵晕了，然后旁边就有两位就是一起坐车的外国人吧，应该是法国人，帮他搀到那个舱外，然后叫了工片把他送过来，结果就缝了12针。他呢对这个事情就非常害怕，然后他也是求助于曹会长，曹华清，是帮助华人维权的曹会长，然后帮他去就那个处理一下这个事情。之后呢，那个宋女士到今天为止她都很惶恐，甚至于关于今天的采访她都不敢来。她是说在法国呢，就是说呢，他们天天要工作，工作之外呢，她每天回家都要受惊担心害怕哦。他不知道这种恐惧的心态在法国就是说到哪天才是头。他说他打算很快就回家了，然后他也不敢面对那个媒体，他怕这个媒体曝光度高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人就是找他寻仇啊或者报复之类的。所以说我们华人很多长期就是说既加于这种就是说压力跟那个恐慌的那个性状下，我觉得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团结起来，做更多有意义的帮助我们华人走出这种非常就是难抗的境界吧。1980年那两个错来赶过来的那两个女孩，她那两个女孩是法国人，然后那些好心的人就是打电话给那个彭片，叫彭片过来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去了。后来我被送到医院里，那两个法国女孩她也过来去医院里陪着我。是17号晚上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是有一个越剧那个训练小组嘛，然后我在群里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看到群里呢就是说几个姐妹阿丽啊，然后那个金玲姐啊，然后那个姑姑啊，他们几个都跑去帮忙了，包括那个国际大酒店的老板娘蒋和龙女士啊，都跑去，因为小云当时就送到那个崩片，被崩片送到医院里去了嘛，然后他们都陪她一直到早上凌晨4点钟，然后她因为身上给拖的受伤还是蛮严重的，幸好她那天晚上穿的是牛仔裤啊，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无法估计，因为整个人在地上拖的嘛，拖的路程也超过300米了吧。我们就觉得以后呢，我们大家出门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尽管这么多年，就说贝利维尔这边的治安有所好转，但是很多事情还是难免会发生的。然后发生之后呢，就说第一时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报警。如果说我们不报警的话呢，警察方面他没有这方面的资讯，也没有这方面的那个就是说数据，他们不会就是说采取那个增加警方人员啊，增加那种干密哈这些的措施，相对来说对我们的安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还是呼吁大家，一碰到这样的事情报警。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很平凡，却又都与众不同，需要静静的品读才能了解。把你热恋非诚勿扰，我在等你。如果想要了解场上男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编辑短信0783389090报名参加巴黎热恋非诚勿扰。美丽新娘尽在巴黎新浪潮婚纱摄影，婚礼仪式录像，让您做最美的新娘。云天楼大酒店是举办中式婚宴、各类酒席、商务宴请、亲朋会友的理想场所。云天楼以全新的装潢、喜气洋洋的中式风格、全新的菜式，让您感受别样的风情。美味法餐，舌尖上的享受，欧咖黑斗4方金与您美味共享。
无论您举办的是新品发布、开业庆典、公司活动、婚庆或生日派对，我们都将为您提供超五星的专业化外送高档法餐服务，带给您好美食、好心情。